奶奶，你知道冻啥吗？嗯，今天外面冷吧，我这脖子都出汗。你怎么了，奶奶骂我？你怎么自己的？但是你在家里头穿的短袖，就会让人误认为现在很暖和。你看你们都穿短袖，是有点凉。就我穿个长袖呢，我不抗冻。就你今天在家？我们是20号左右供暖，再坚持坚持。试水了？早就试水了，但是真正供不得等20号。咱家今天是吗？嗯。白菜炖豆腐，这菜行。刚出锅的花生，桔梗拌香肠。一走上台就知道锅里头肯定是肉丝儿。你明天放学，直接给他送到那吉他班去。他辣喝了太多，今天早上找我。啊，吉他班？嗯。那不这周上学了吗？上周上礼拜也没去，10月1的时候他也有几天也辣了。嗯。我来谈一下。你琴在那哪儿呢吗？不是。在葡萄，那我突然想起来了。对呀、啊，老师说今天下午联系我，说他喝多太多了。啊，那不行，那得去。嗯，明天放学你直接给送。嗯，完了我下班直接去接。哇哇哇！你看我。带我一个。不是他了。卡呀，没过年呢怎么还下行跪了呢？你挺溜啊，你哎，你看我攥你衣服了。能不能吃蒜苔？给。他吃这个。白菜肉可挺好吃，白菜可香了。大家好久没炒蒜苔了。那萌萌现在不脏了，吃了。嗯。嗯，萌萌爱吃的菜翻来覆去就那几样。豆芽也不愿意吃啊，蒜苔现在还贵呢。贵就不吃。他还真吃够了。那吃便宜的菜呗。那猪肉也别吃了吧，猪肉那么贵。嗯。姑姑，行吗？那不可能的。没有肥的了，我都瘦了，怎么样？反正我都会吃。嗯。你不吃这个给我。萌萌没有一点随我的爱吃的东西。我就好奇哈。他随你。嗯。咱俩结婚这么多年，我真不知道你爱吃啥。我真不知道。我爱吃啥？对啊，我真不知道你爱吃啥。你爱吃啥？我爱吃面包，对不对？你自己说，你咋这么愿意吃面包呢？不是你说的吗？那时候，妈妈，嗯，咱们不在一个频道。对呀、啊，面包不也是吃的吗？那你说菜、啊，爱吃土豆，土豆鸡蛋，土豆我也爱吃。嗯，鸡蛋我也爱吃。你看这叫啥子嘞？我就愿意吃那样的。嗯，你得愿吃粗粮，我姑娘愿意吃细粮。你也不爱吃啊，大傻你不也不吃吗？蘑菇呢吗？嗯，蘑菇呢吗？那还说人家？我说咋了？他是告人吃粗粮，你看你就不爱吃粗粮，没咋高吧？你演会乐你，还你高人。要不会吃啊？不干不。在这里玩玩，我怕打扰到楼下。电动车，听见我爸的声音了。我上那个，就对面俺家对面的那嘎蹦爆米花了。干啥送啥来了？我蹦了一锅爆米花给送来了。我的妈呀！大晚上的。上回蹦了两锅，俺们留一锅给撬一锅，这锅是给萌萌的。嗯。是我爸啥时候做的？昨天做的吧。辣不这个？不辣，一点都不辣。还热乎着呢，你咱地里那个苞米，啊，咱地里的苞米蹦的，坐一会儿，不坐了，喂我一个，你不休息吗今天？嗯，好吃不？
姑娘的口水还是啥味儿？我走了啊。